我就是要让某些人看看，我没有他，我也能活得好好的；没有他这帮忙，我照样能挺过来。我自个儿干这事儿，我自个儿负责，这才是纯爷们儿。郭，你们回村吧，我也先走了。看着没？啊，搂草打兔子，啥都不耽误。一鸣来接我，心里想的指不定是啥呢。吴佳怡。 你别太过分了，过，就是他，我上次跟你说的，他和兰心，哎呀，不说话能把你当哑巴卖了吧？走，上车。你聋啊？我让你上车，走。等一下，你问这么回事，我怎么看不明白呀？玛丽亚，别理他，咱们回家。 佳怡哥，你们先上去，我们出去逛。你来干啥呀？看我笑话？听说你今天出来，本来只是想过来看看你，没想跟你说话。 但是听到你刚刚说的那番话，忍不住过来跟你说两句。啥好说？你以为你在里面关了几天就了不起啊？我告诉你，医疗费和修车的钱都是兰心姐替你出的。要不是兰心姐替你求情，和鲍老板还有我达成协议，你在里面关的时间恐怕不止这两天。我真是感到庆幸。 庆幸离开了你。放心吧，我们以后不会再见了。哼！干啥呀？走啊！大为哥都给我说了，二哥的事儿多亏了你，谢谢。 再见，家珍。兰心姐，吴佳毅不值得你伤感。 借这个机会，我也跟你道个别，我准备去北京闯一闯，一个人去。婷婷，真为你高兴，前途珍重。走了，再见。 这下放心了，上车。 刚才那样对兰心有点过分，郭，你也是。我反正说的都是实话，他今天来接我，那就是猫哭耗子，没啥好心。武佳毅，你今天对兰心很不好，很不对。你的姑妈对兰心。 也很不好，很不对。刘静静今天说的那些话，我都已经听到了，你们也都听到了。我知道那是真的话，你们也知道那是真的，这样对她很不公平。你们应该向兰心道歉。我不去你家了，我要回去了。贾振，我喜欢你。哎。
玛丽亚，要不然你还是去我们家玩几天吧。我先不去了，再见。这个玛丽亚挺可爱的。太好了，紧赶慢赶，总算赶上第一茬上市了。昨天我在大棚里吃了一大堆，真甜，味道真是不一样。那当然了，人这就叫奶油草莓。大成，你给陈经理打个电话，请他到这儿来谈谈销售的事儿。主任呢？昨天我给他打电话了，在外地呢，估计这两天就回来了。爸，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明天我组织了一个户外活动，我想让兰心也去，行不行？你想让兰心参加，你找兰心商量去啊，别问我。你不给他放假，他怎么去？哎呀，你真是废话。说我什么呢？老师，该吃药。哎。安心，你得一直在这待下去，要不我爸的生活将无法自理。胡说。哎，我说你不是有事儿要和兰心商量吗？啊，安心，你喜欢户外运动吗？听大为说过，在网上也看到过，没体会，不好说。明天有个活动，想不想亲身体验体验？老师，你们俩的事儿自己商量。我想去。咋的？一个大活人找不着了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你是不是没找对地方啊？不是主任，我能找的地方我都找了，能打的电话我也都打了，你就找不着人呢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事儿啊！我听那个写字楼的人说，什么？呀，说啥了？你能不能痛快点啊？说话这么费劲呢？说最近找陈经理的人好像都是来要账的。那，哎，他公司里其他人呢？他们的办公室上个月就到期了，现在都租给别人了。你的意思说陈经理躲出去了？好像。还不止呢！你能不能不吞吞吐吐的？你想急死我呀！到底出啥事儿了？我特意到那个工商局去了一趟，一查，他们公司的注册资格，去年就到期了。主任，主任。擦擦手，谢谢。感觉怎么样？身体有点累，但是精神挺放松的。上午登山的时候，我在不经意间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儿，那种感觉啊，就像是灵魂溢出了身体，他站在第三方的立场上去观察那些事儿。我还从来没有这样的体会呢。知道我爸为什么收你当学生吗？你很有悟性。谈不上什么悟性，也就是有感而发。户外运动最高的境界是天人合一，这就是它的魅力。说不去医院就不去，我自己这身体啥情况我自己知道。我吃点药睡一觉就好了。人家上医院吧，是大成交代给我的任务，让我必须办。你这一口一个不去的，你让我咋交代呀？
那不行，我得问问大长姐。主任，主任啊，我给石先生打电话了，马上就到。你怎么给石相长打电话呢？咱原来也没有跟人家乡里打招呼，你发财的时候不跟人家说，你现在出麻烦了，你找人家，你让人家咋想咱们啊？这办事不长脑子。主任，他是这么回事儿，不管咋的吧，石乡长也是咱顶头上司，对不对？咱有问题就得找他解决呀。三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呢，多个人多个脑子，没准这件事儿，哎，石乡长就帮咱解决了。不，你得的什么玩意儿？多个脑子，就你不长脑子。你说谁呢？你说谁呢？我说你的怎么的？给你脸了吧？你得谈正事呢。石乡长电话是你打的，冲我来啥？行了行了，你俩别吵了啊。大成，你还得去找找那个姓陈的经理，找到他才能找到那个下家，找到那个下家，咱才能把草莓销售出去。哎呀，要不草莓都烂在大棚里了，咱咋跟村民交代呀？你就不能帮你姑想想办法？为啥办法？你了解大城市不是？啊，我搁大城市也是小饭馆的经理，你以为我啥呀？大老板。我也真是，一下子整那么多炒的，谁卖得出去？除非进大超市，不然的话谁也没辙。那他死那条心啊！爸，要不让我雇啊，动员全村的人吃草莓，不也不错，吃不完。爸，你说这玩意儿猪吃不吃？猪不吃的话，那牛呢？牛吃不吃？你给我滚犊子！你别撵我啊！我早就说过，我的生活不在农村。臭小子你！天星，还是你小子看得准，妈幸亏听你的。雪梅姑还没想出办法。她有啥办法啊？她以为自个儿是神呐？哎呦，这种草莓的乡亲们呀，乌乌泱泱的全堆村委会去了，都炸了锅了。你猜吴嘉义那小子说啥？他动员全村的猪啊、牛啊、狗啊、羊啊，都去吃草莓。妈，你咋幸灾乐祸呢？天心，妈不是幸灾乐祸，妈也是替那些种草莓的乡亲们着急。可咱急有啥用啊？这都是吴雪梅惹的祸。雪梅姑也是好心，想帮大伙儿做点实事嘛。她还好心？他这是逞能。不管咋说，咱们得帮他想想办法。来之前我了解了一下情况，就是那个姓陈的那个经理啊，他就是一骗子，公安局现在到处抓他，估计是不会再露面。主任呢？哎呀，山长你来了。主任，姓陈的这个人电话打不通，人也找不到，让人家蒸发了一样。这公安局都找不着，你还能找着了？那乡里能不能帮想想办法？县里边的有关方面我已经联系过了，可是你们村这个草莓产量太大了，咱们县里边根本就消化不了，必须要到市里边想想办法。那跟市领导说说好话呗。哎呀，大成哥，咱们现在是市场经济，即便我能够跟市里边哪个领导说说话，人家领导根本就不可能因为你一个村的草莓跟哪个部门下命令，是不是？那么一大堆草莓在棚子里烂了，老百姓为了炸锅呀，这不仅对我们村有影响，对乡里也有影响。当初你们不，你别激动啊，你看当初你们种这个草莓的时候，你们怎么就……
前的事儿咱先不提，以后咱慢慢总结，啊。吴主任，这样，我呢先到县里边想想办法，咱们能解决多少算多少。你们自己也想想办法，啊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啊。谢先生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大成哥，咱们现在啊，必须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，这群众工作一定要做到前面，千万不能出事儿。这个时候，该谁承担责任，必须要站出来承担。哎呀，进城市，大成哥，我最近在网上查过了，现在有一个叫农超对接的这么一个新鲜事儿。政府也提倡。什么叫农超对接？就是超市直接从农户那儿进货，既新鲜，又能减少流通环节，节约成本。这样对农户、超市、消费者三方面都很有利。这个就叫做农超对接。如果咱们村的草莓能直接进江城市的超市，那销售的问题全部都迎刃而解。哎呀，听着是好啊，可江城市咱们认谁呀？烧香都找不着庙门，咱们可以找找蓝星姐试试。找她？我听说蓝星姐在江城市认识一个外国公司的总经理，关系挺好的。你说那是程总吗？哦，美国的大公司到咱们村来考察过，当时我觉得气派就不行。那说不定他可以帮帮咱们。找蓝心，主任能同意吗？要不这样，大成哥，明天我和你一起去，怎么样？如果你能给草莓找到销路，那在雪梅姑那儿，你可就是立了一大功，是不是？就这么定了。真好，兰姐，你还好吗？挺好的。哎，有啥事儿再找个地方坐下说吧。大成哥也来了。那人呢？大成哥，你这是躲着我呢？不是，兰心。我是厚着脸来求你，你什么？天星还是你说吧。兰姐，咱们村里出麻烦了，大麻烦，都快炸开锅了。咋了？大成哪儿去了？大成上他姨家去了，他姨家有点急事儿。他姨家真是有急事儿？真的。该不会是躲出去了吧？哎呀妈呀，主任，看你说的，那哪能啊？咱们村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他作为副主任，从哪个角度上来说，都应该在旁边帮你分忧解难。别的事儿那不存在。昨天晚上他姨家孩子来个电话，说他大姨不太好，这不今天早上他急三火四的，撇撇就跑出去了，也没来及和您请个假。等大成回来，让他赶快来村委会。外边那些人你都看见了，我一个人根本应付不过来。啊，我知道知道。农超对接这事儿我也不太清楚，不过听天星这么一说，政府提倡百姓欢迎的事儿应该没问题。哎，大成哥，草莓的质量咋样啊？草莓质量绝对没问题，不信你问天星。质量确实不错。大成哥，天星，超市的大门我也进不去，不过我可以找人帮忙。这样，你们先找个地方住下，我一有消息呢，就去找你们。兰心，我们还是不住吧。不瞒你说，我和天星是偷着跑出来的，主人还不知道呢，我们得赶紧赶回去。兰姐，就算是为了咱们村，为了父老乡亲们，
这个忙你一定得帮。行，我就不留你们了，草莓的事儿包在我身上。天星啊，天星哟，家珍来了。家珍来，快进来。来婶儿，哎，快来了快来，坐坐坐。天星没在家？他出去了。你找他有事儿？冉婶，你家没种草莓，是天星说这事儿不靠谱是吗？可不是咋的呀，我呀幸亏听我们家天星的了，要不然俺家也给套进去了。你家种草莓了？啊，冉婶，你这做的是？这天眼看就冷了，我给天星做个棉垫子。梁婶，你眼神不好，我坐吧，给我。妈。哎。天星回来了，你去哪儿了？找有事儿啊。也没啥大不了的事儿。就是让草莓那事儿给闹的，心里边挺烦的。正好，我跟你说说草莓的事儿。你到底干啥去了？主任，我去我姨家了，我姨，看。我给你姨家村里打电话了，我是给村主任打的。那我那。你啥你呀？村里就出这么点事儿，你就想溜？凭啥想当村主任呢？那主任，我实话实说吧。那他答应帮忙吗？当场就答应了，而且还说呀，这事包在他身上。家珍呐，你别怪我多嘴啊。我觉得你们老吴家对人家兰心。其实以前我对兰心也挺不好的，净折腾人家了。后来我寻思出来了，这要看一个人到底咋样，那不摊到事儿上是看不出来，真摊事儿上啊，那真是看得真真的。他想帮咱，他不继续给咱添乱就谢天谢地了。主任，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去找他，那草莓这事儿总得解决呀。那你找兰心事先应该跟我说一声啊。我说是天星找我的，他跟我一说，哎，我觉得挺有道理，不行你问天星去。我问他干啥呀？我说主任你别生气，兰心那个意思，这事他能解决。你指望他？他能吃几碗干饭别人不知道我不知道啊？我把话撂这儿，指望他呀，那草莓就得烂到棚子里。兰心，这事儿你大包大揽可真是有点儿。我知道，我知道我这么做确实有点不妥，但我不能不管呢。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农超对接现在咱们还是在起步阶段，国内所有的超市，特别是大超市，都有入场费，几万、几十万、上百万，甚至更多。你就想想，他们能承受得了吗？陈伟，你没在农村待过，你根本理解不了，这一季的作物烂在地里，对于农户来说，那可能就是灭顶之灾。我知道。陈伟，你总是有办法，帮帮他们。我给你出个馊主意。馊主意？去找马春明。他有超市吗？他没有。那我为啥找他呀？他号称是关东房地产第一大鳄。这跟卖草莓有什么关系吗？他人脉很广，肯定认识超市界的大头目。
他不是总是说要为窝街口的乡亲们做点好事吗？现在他的机会来了，我就不陪你上去了。你上去更麻烦。祝你好运，陈伟。怎么又是你？你到底谁呀？不是什么好兆头，快去吧。你来我爸公司干什么呀？哎，我跟你说话呢。梅梅，梅梅。陈伟，我正想找你呢。上车吧。这是个突发事件，来不及预约，麻烦你帮我通报一声。董事长确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，特意嘱咐谁都不见。他女儿刚才来了都没见，我不能帮你通报。我等他，恐怕你要等到很长时间。没关系，我等。真的要走？我行李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昨天晚上我妈给我打电话，说她失恋了，痛不欲生，叫我回法国陪她。其实那你爸知道吗？他忙，根本就没有空搭理我，还拿秘书来挡我。你说我这马上就走了，一走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他怎么能这样对我呢？有这样当爸爸的吗？你能送我去机场吗？问他了，他没说，只说一定要见你。见不见他？你先别打扰他，就说我还要接着开会，一时半会儿忙不了。好，明白。林梅，还是跟你爸说一声吧，你这毕竟出远门啊。我爸他早就习惯了。再说了，我已经跟我奶奶说过了。你爸摊上你这么个女儿，真不容易。你又不是我爸，你怎么知道他不容易？幸亏我不是。你还想占我便宜？明梅，就送到这儿吧，一路平安。陈伟，我是不是应该谢谢你啊？等有空我跟你爸爸聊聊。聊什么呀？他不关心你，他只给你钱，不关心你的感受。不用跟他聊，他就应该受到惩罚。从来都没有人像你这样关心过我。等你回来的时候给我打电话，我来接你啊。陈伟，我爱你。马总，兰心还没走吧？没有，还在接待室。她中午吃饭了吗？我让他到咱们员工餐厅去吃饭，他说什么也不去。可真够轴的。这样吧，你让他过来。家珍呀，兰心真说了，她要帮助咱们村的草莓进超市。她亲口跟天心和大成哥说的，包在她身上。她吹吧，还来本事了。就他那两下子，搁大城市根本不好使。大城市是水，我
才是鱼，他算啥呀？下不了水的旱鸭子。二哥，你说话咋那么难听呢？我跟你说，这事儿不管做成做不成，他用心，就这一点啊，兰心比你强。你咋也教训我呢啊？爸，你看着没？搁这个家里啊，只要是个女的，就恨不能教训我，整个一女人天下。那我算啥呀？啊，这家我没法待了。要发疯是吧？要走赶紧走，没人拦着你。爸，既可你说的啊，我走了，你别惦记我。惦记你？哎呦，你不在家呀，我能多活几年啊？凶塞你！马董，谢谢你百忙中抽时间见我。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虽然我们两次合作都没成，但是还是要感谢你对乌鸡口的关注。兰心，你等了我那么久，中午饭也没吃，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吗？马董，我是来求你的，求你帮帮乌鸡口。乌鸡口怎么了？说呀！大哥，你说话好好说行不行？你别整那些没用的，是不是？你就老老实实的给句痛快话。吴主任让我们种的那些草莓，到底是能卖出去还是卖不出去？对，说，给句痛快话。不是，我反复说了多少遍了？我说这个村里正在想办法，包括乡里正在想办法呢。你想办法怎么解决呀？我解决，我着急，我家也种草莓了，我能不着急吗？算了吧，你这说来说去，你就这一句话。草莓是咱们村委会让咱们种，对吧？对，是吧？村委会吧？是啊，现在赔了，说他得包便宜咱们一切损失。对，赔了，赔了。主任呢？我的意思呢，你还应该上医院住两天去。你就别再拿住院这事儿来烦我了。我都说了，我不去医院。你没明白我啥意思？我的意思呢，是你借着住院这个由子出去躲两天清静去。这两天村民们多能闹啊，要闹让他们闹大城去。他是个大老爷们儿，身体也扛折腾啊。红艳啊，我知道你两口子是好心，可是这个时候我能躲出去吗？我真要是躲出去，那村里可就闹翻天了。吴雪梅把你赶出了吴家，还撤销了你所有的职务。这就等于把你赶出了乌鸡口。你以这种方式离开了村子，还要为他们来求我，总得给我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吧？他们没办法来找我，希望我能够帮他们。我也没办法，所以只好来求你。这不是帮助，这是让我花钱。上次我想跟窝鸡口合作，你说我收不回投资，我说我不要回报，就是为了窝鸡口的父老乡亲做点善事。你说做善事要第三方的监督，今天你又来求我做善事，为窝鸡口的错误决策买单，这跟你以前的做法完全相反。马董，你说的这些都对，可眼下这个忙能不能帮？不是我不帮，按照你以前的逻辑，这个忙我不能帮。真的不帮？真没想到，马董，因为跟窝鸡口的合作没有成功，你竟然见死不救。我记得你说过，窝鸡口是你的故乡，能为窝鸡口做些事是你一个未了的心结。眼下窝鸡口遇到了难处，他需要你，你却置之不理。
没错，我今天是来求你了，可这也是窝几口给你的一个机会。我求你，窝几口没有求你，窝几口的父老乡亲也没有求你，没有你的帮助，窝几口垮不了。告辞。兰心，等等，这个忙我可以帮，不过有个条件，我会对村民们说，我是从县里和乡里领导那里知道的这个情况，跟你和吴雪妹没有关系。我帮这个忙，就是为了窝几口的乡亲们。我还要告诉大家，我出的价没有利润空间，仅仅是为了挽回村民的损失，因为我不能替村委会的错误决策买单。谢谢你，马董。走，我送你。安心，你在程教授那儿住的还好吧？挺好的。他研究的冰葡萄怎么样了？马董，这事儿你都知道？很多人都听说过。不好意思，具体的事情我不能说。可以理解。马董，你答应的事儿……你放心，我答应的事儿一定会去办。告辞了。陈伟，你一直在这儿吗？没有，刚才送了趟马明梅。怎么样？他同意了。嗯，同意了。主任，主任，主任呢？好消息，天大的好消息啊！那个草莓找到买家了。哎妈，真的啊！主任，我慢慢跟你说。马董事长派周秘书来的，他来干啥呀？马董事长听说咱们这事儿之后，特别的着急。他联系了单位，虽然这个价钱低了一点，可是把他们损失挽回来了。真的呀？哎呀妈呀，这下可妥了，主任，这回你这一块石头落地了吧？踏实了吧？哎呀，别说。这个马董事长，关键的时候帮咱大忙了，那叫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是不是蓝星找他去了？要不他怎么知道这事儿的呢？管他谁找他，事儿解决了呀。对对对，那些村民听说这个消息之后啊，都不闹事了，都回家了。主任，那个周秘书等咱赶紧去吧。真香。对了，老师，马董事长怎么也知道冰葡萄的事儿啊？马志明也知道。啊，爸，你是保密工作做得太失败了。嗨，他们呢，也就知道个冰葡萄。陈伟，包括你，你不是也一直在刺探我的情报吗？爸，我建议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一定要做好冰葡萄保密工作。当然，也包括我。嗯，那当然。
师，结果全部出来了，含糖量单株最高是38度，平均34度。肖院长，优秀，超出了预期，大成功。老师。别绷着了，这回谁请客呀？我们成功了，我们成功了。希儿，今天你必须请客，你是院长，你不请谁请？老师，我申请做东。行，你做东，他买单。Oh,